记录肖战，记录和他相关的一切。热爱可抵岁月漫长，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吧。所以那新图的魅力到底在哪儿呢？到底是因为我们没见过，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？真心值得思考。但是说到底，小景却是对这些东西感同身受，毕竟这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所在，也是我们最无法割舍的地方。而一张新图的魅力如何，最终落脚点还是在肖战本人的身上，这是永远无法绕开的，也是最为根基的地方。我们因为肖战而汇聚，也因为肖战而成就彼此，共同进步。是啊，思念成为了这所有一切的主因。大家期待着看到新鲜的肖战，看到他的 VCR、TVC 或者影视作品等，不过往往却事与愿违。我们一边希冀着肖战的新舞台、新作品，一边又在探索着思念的意义。因为只要没有肖战的消息，大家全然会陷入到低潮期，不怎么说话，不怎么聊天，不怎么上线，似乎都已经回归到了彼此的现实生活之中，各忙各的，没有时间上网刷信息，也没有时间臆想贪欢等等。小景笔记，这段时间你是不是也有在想念肖战？